一个你不认识。然后我们再默默取取。我要从。啊，事实上我们平常在做一些讨论，或者是交流，只是针对所谓的内容，大家互相交流，可那个基础是不会做改变的。对，你就差吃番茄了。对，看到番茄，你知道吃番茄在那里，你就差把番茄吃进去，就是。已经不再用这么表面眼睛看不看的问题，我们会用心去体会，要用身。阿门。激动的时代心，好。